沙发上他亲，谁月经？他月经？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，我怕你脚丫子痒。你很厉害耶！你确定你要这样玩是吧？不是不是，那不是你没有。没受伤。喜欢我那个。我们分手吧。明天就要去上海突击美眉家，不知道她到底平常在搞什么鬼，你们来看看她到底在干嘛。就是昨天我们去突击美眉家，听说昨晚上她没有来，反正因为昨晚上我又在病倒，所以就吐得很严重嘛。她跟她女友昨天已经闹分手了，在你睡觉的时候，美眉被打了一巴掌，月经又流到沙发上，好恶心，你还去闻哦？玉纯跟我讲。没闻到，但我擦的。虽然说我也很常流月经出来，可是我会擦掉哎。因为当时就是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因为那时候我单身啊，九月我没认识你，我是单身的。他去两趟，九月份去了一趟，我十二月去了一趟。十二月去的那一趟是认识你。你要这样玩是吧？你确定你要这样玩是吧？我玩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他朋友喜欢我，他把这把钥匙带起来。不是你朋友喜欢我，那我们就分手吧。什么？又啊？你确定要分手？他喜欢我，那我没办法呀。那怎么不骂他呢？这是你朋友哎。是我朋友怎么了？我又不认识他。你认识他？我认识他。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。你这样想怎么样？你这样怎样？我不想跟你说话。我们今天跟他们一起出去。跟大家讲的是，他自从这个小妞事件过后，然后你又交了一个新女朋友的，对，然后也住在同一个地方，把小妞赶走之后，他就来了，是吗？哎，没有啦，哪有那么快的啦？中间隔了好几个月。那你空窗期怎么度过的？久啊，出去走走，然后就认识了这一位。从哪里认识的？朋友的聚会当中。认识多久才交往的？认识了一个星期吧。啊，一个星期就可以交往？因为我比较是有魅力的那一方啦。然后他就跟我告白了，觉得他很喜欢我，然后说一定要跟我在一起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像是这样吧。你花钱请了演员的人？怎么可能？那他从事什么工作？就是投资一些医美的那些投资。那平常 Nike 都会去上班？也没有了。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是一诈骗集团。哎，没有，有一天啊想投资就诈骗啊。真正像骗人的，基本不会写在脸上。我没有写在脸上，是我才装的。他跟你差几岁？比他小七岁吧，八岁。他是1999年的，大你一岁，大我一岁，大你一岁，叫姐姐，比我小一岁。那他是哪里人？安徽。那你有没有觉得那个 Nike 哪里让你受不了？话太多了，太唠叨了，有的时候就是喝多酒就发神经。昨天他喝完酒就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你忘记了？他打你一巴掌啊！就在我们的沙发上，他亲的。你月经？谁月经？他月经？怎么可能？你的好吗？月经你的吗？真的还假的？是铁味了。这回是他的，是你的。这个沙发套我已经洗了好多次了，就是每一次都会有月经。那你们昨天吵完就好了。我们很少跟吵架呗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就刚好被我们遇到。真的打我一巴掌？你真的忘记了？我忘记了。你真的打我一巴掌？你忘记了？啊？你喜欢他什么？白白的啦，还有呢？就这样，是吧？白白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有吗？为什么你专情于他呢？我喜欢活泼开朗，然后个性温顺，情绪稳定。等一下，我们跟他们一起出去看看，他妈是不是真的女朋友，或者是灵眼？我的条件不是要找灵眼，我长这样子。这女朋友有个非常奇怪的点，她永远一定要带着她的闺蜜跟我一起约会，是她不肯跟你单独约会。她会跟我单独约会，就譬如说我们在家的时候。但是她这闺蜜跟她太好了，有点像她的老公，他们两个永远黏在一起，永远，而且我怎么感觉他们是三人行，好奇怪耶！等一下，太沉了，那个 Amy 她给你妈买的，哇，还有水果耶，她不好意思上来，她每天都会来找她，大部分，那她做什么？也是医美投资，走。投资在自己脸上也是一种投资，有可能。那你也做医美投资？我也是一个投资。飞虎，他干嘛？好漂亮。
闺蜜叫 Amy 啦。你们几岁啊？她跟你一样大。属马的。重点是他们只要是不见面的情况之下哦，他们就要24小时视讯电话。妈就是好闺蜜啊，别在那乱说好吗？你人家吓得躲在那里。啊，怎么那么奇怪？那我们也跟着他们这样，这么六人行。来，我要帮他拿个包包。哎，现在我们要去斜对面的江洋公园，这是跳广场舞很有名的。还有一个男的，就这个啊，就是70几岁的大伯奶奶，可以跟这个跳一下，还有跟他跳。我这是在你这个地方，可以请进去啊。来，我来跟你跳。我当哎呦，厉害哦，会喽，当然喽，哎，你要跳一个小时啊！谢谢你教我，大哥，很好玩，不是很好玩，我不是锻炼身体，很好玩。妹妹是这一间酒店的恩客，他带我们来这一间，然后看里面大陆的那个酒店文化又怎么样。哇，很燥哎，很燥啊！马亮亮，来，我们老板来了，来，欢迎！看我装的够大了吧？他很常来吗？老实说，一个月就5个月。哈哈哈！我是到底，到底不是请老师，但是你可以待定，不喜欢的话，他就可以走，就不用花钱。对，不需要。那我每个都做待定就好。不行的，哪有那么好看的啦？你们俩玩过吗？没有。怎么在这里声音都不一样了？你说他们进来会大概怎样？我当小姐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安徽山东02年，青岛04年，徐家汇03年。那边很熟啊，可这花多少钱啊？固定的吗？也没有固定的。还是你是就在这里上？我在上班干嘛啦？是在这里上班，今天故意找客人的。这边这边发财是吧？对。茶有水吗？贵宾，晚上好。晚上。有地名吗？报一下，云南、浙江、河南、北、杭州、安徽。他跳几皮啊？后面还挺多的。那去看下一排喽。好，谢谢。王彦青，你不用看脸就说谢谢，张总。谢谢。哈哈哈哈哈。就我觉得这批就是谢谢。好，下一个。地名。辽宁、山东、江苏、福建、安徽。你有福建吗？是吗？是哪个字啊？谢谢。那个皮卡丘不错啊。皮卡丘，那就你喜欢啊，你自己选你自己偏好。怎么是喜欢皮卡丘还是他？贵宾，晚上好。哎，妈妈，那你报一下，你说你台北的。台北。这批有吗？这批目前没有，谢谢。晚上好。别那个，你认真。谢谢。有没有专场啊？你要做什么？贵宾，好。第一排第二排从哪里来的？专门标准是太高了。对，皮卡丘还可以。哎，他也觉得皮卡丘还可以。没有，我是帮你说的。来，贵宾，晚上好。这是第二批的。那帅的不见了。这批有吗？那没有，好，送给你他吧。那第二个呢？有什么专场？打篮球。打篮球。第二个是哪里人？辽宁的。好了，待定吧。好，就这样了。你们两个再选一个吗？你喜欢什么？啊？想看什么？不然你们会跳舞吗？这一个。送我，要不脱就脱送吧。好。你要脱外套吗？你没去帮他脱好了。我为什么要帮他脱啦？外套很大方哎。哎，脱。哇，他很高哎。你八几啊？88。东北的特别高哎。东北听说也很大。东北。你不来就要死。我怎么抓他的打？我怕你把你压死哎！很厉害耶！不好意思，可以了。你几岁啊？我01的。叫阿姨。那你猜阿姨几岁？上99的。99的。在那边上班上几天呢？上了20天吗？好赚呀！真的？因为之前我是念书的。你念什么？正常的大学211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怎么放弃学业来就贼狼啊？因为赚钱太少了。那他是你的菜吗？是啊，长得很性感。很嗲啊，在台湾没有人觉得他很嗲。
报一下地址吧。这个你就没有意见了？没意见啊。啊，就三个啊？谢谢。亮亮啊，亮亮啊，你要反应啊！我要反应。已经过年前来不是长这样子的。你再来的晚一点的，今天房间全满了，好看。那今天这个是啥？哎呀，他很气的。你在气什么？不是，你之前不是长这个数字？你什么星座啊？哎呦，他金牛座哎，好，那两个绝配哎，我觉得他是耐看型的耶。好了，是个圆。没啦。就你一个人点上来，那你把其他都叫过来。我看那个摄影师是这样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们问你。我姓龙。大家会不会遇到很奇怪的客人？就玩游戏幽默上。啊？他是富婆，长得很丑还是很老？34吧。那你不愿意给他摸？我肯定没让他摸啊。让他摸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你都玩了什么样的玩法？对我们来说太 open 了。那天玩我一次叫什么？火烧金箍棒。你火烧金箍棒？就是你要站起来，然后你把那个纸塞到这块，然后打火机和点着，那个女生就在旁边，嘴里含着水把它扑灭。再玩一次哈。啊，这个烧伤的电火球哎！你烧，你烧，你别烧我啊！来，火烧金箍棒，来。我错你一定算你完蛋了。皮卡丘喝一杯。皮卡丘叫什么名字？夏尔今年几岁啊？我02年。02年是今年2023年，今年12岁，今年12岁，12岁。那你是刚做这个多久？两个月左右吧。我今年是大四。那你有化妆？有了有了。他应该不化妆，他喜欢那种。他可以跟你交流啊。他本比我还白哎。啊，那个皮卡丘是什么？也是我喜欢的一个玩偶，别针。你几公分高啊？96。男生都很高的，有一个说法说北方的人比较高。对，因为我是北方的。站起来，身上站起来。哎，不是你鞋太厚了哎。你们平时会来这种地方喜欢玩？不行，大部分人就抓手。抓手怎么抓啊？我来，我给你们拿。来，抓手指，我也会玩了。3、2、1，好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人都没打。别问，别问。我谁呀？我是最后一个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大陆最近在很红？他很红，夜店都这样玩的。2、1，好。什么东西啊？拿手机，你赶紧去拿啊！我手机干嘛呀？为什么要手机？最后一个打出负零的就输了。不抓手指都变打手机了。所以规则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。你要去抓到那一次的规则是什么？好，出题啊！我出题哦。抓手指，抓。快点啦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都是抓手指吗？